今日不知你来，没有备茶，子离便代茶了。锦绣姐姐，宁云昭要见你。宁云昭，你见是不见啊？快点决定啊！万一让人瞧见他等在方家门口，小弟名声何在啊？ 君小姐，今日禁云楼之事没吓到你吧？我无碍，多谢公子关心。没事便好。原来花灯节那夜与我下棋的是君小姐，能走出那等精妙棋局，当是光风霁月之人。君小姐和我想的一样。公子谬赞了，不知今夜前来有何事？ 禁云楼之事，我待燕燕向你致歉。宁公子，此事与你无关，也不是由你而起，你不必道歉。不，我问过燕燕了，她因退婚一事记恨于你，此事远忧在我。既然宁小姐已经道出真相，也烦请公子替我转达，我不希望此事再牵连更多的人，所以经过此番教训，也希望宁小姐好自为之。 君小姐放心，他们会得到教训的。君小姐，其实我今日前来，还有一事想问问你。请讲。你怎知花灯节那夜是我生辰？啊，婚书上正巧有写，便知晓了。 君小姐，这是真巧，还是假巧？宁公子，你想多了。与你相识，与你下棋，并非我故意设计。这是我想多了吗？是。那君小姐为何赠予我灯笼？你那时已然知道我的身份，不觉得？ 不觉得不妥吗，宁公子？当下我确实没有想太多。如果真此举给你造成困扰，以致误会，真要向你道歉。君小姐不必抱歉，看来真是我想多了。告辞。宁公子。 并不是那个意思。以前与他的关系断了，以后也没什么关系了。宁云昭啊，宁云昭，赠礼之意还不明显吗？送礼，送礼，不必多想了。他能做到，你难道做不到吗？